说这个冬天是北京最冷的冬天，那么2021年北京台春晚则是最热的春晚。北京台春晚已经连续7年在同时段春晚收视夺冠，对于2021年春晚，大家自然是充满期待。一本正经坐在主播台上，大陆女星迪丽热巴这回化身成新闻主播，挑战播报新闻。语言类节目由喜剧大咖坐镇，节目精彩，创意多多，因为有热巴。北京台春晚一定很热吧？尽管一度讲到笑场，但依旧架势十足，被主持人大力称赞，字正腔圆，咬字清晰。迪热巴笑说，因为自己平常就热爱看新闻，都有观察主播的姿势。是的，我不应该戴这个链子，我越紧张它撑得越紧，像紧箍咒似的。哎，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哈，这个热巴特别有范儿，你看他播报的时候，哎，这姿势，好，这姿势，我很喜欢看新闻啊，真的，对，这特别有范儿，哎，对，就是经常会有这些姿势，我真的有研究过的。迪热巴首次当主播播报，马上在网络上掀起讨论，网友直呼台风很稳，也太可爱了。这一晚充满期待。今年因为担任春晚的代言人，才会被安排体验当主播。由于有着精致的混血五官和曼妙身材，迪热巴人气非常高。首次当新闻主播，果然吸睛度十足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